鹿晗新剧杀青素颜照被传出，满满的少年感，确定是30岁的模样。鹿晗的话算得上是如今在圈内爆红的男明星了，虽说这让不少人对鹿晗脱粉，但是鹿晗并不在意这一切，毕竟让女朋友关晓彤有安全感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。仿佛一眨眼的时间，鹿晗都已经30岁了，但是每次的出现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，毕竟鹿晗还是个很帅气的男星了。原来这段时间鹿晗的新剧正式杀青，到了鹿晗离开的时候，不少粉丝跟上去抓拍，就这样鹿晗的素颜照也就很快在网络上被传了出来。从照片上边来看，鹿晗完全看不出都已经是个30岁的男人了，就说是还在读书的学生，相信都有不少人相信。在感情上，鹿晗遇到了女友关晓彤，虽说两个人之间的恋情比较低调，但每一对情侣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帅气的鹿晗，满满的少年感，鹿晗杀青快乐。